车辆测试机构发现，驾驶人坐姿不对会影响行车安全，发生事故时恐造成更大的身体伤害。该怎么做才对？专家说，座椅部分应将臀部尽量向后靠到坐垫及椅背之间，脚底板可以将刹车板踩到底时，膝盖仍可弯曲，不要将脚伸直，否则遇到撞击时会因没有缓冲而受到严重伤害。坐垫前缘与膝盖关节内侧应留少许空隙，以免长时间压迫血管导致脚麻。适当的座椅角度是将双手伸直，手腕搭在方向盘上缘，背部能扶贴在椅背上，椅背太挺恐造成疲劳，过度后倾会影响视野。头枕高度应与头顶齐高，发生追撞时头部向后甩的力道才有头枕能支撑。握方向盘时手肘应微弯，手肘太直会影响操控灵敏度，方向盘与身体距离不要太靠近，否则发生碰撞时头胸恐撞到方向盘，且安全气囊爆开时也会伤到驾驶人。双手应握满方向盘，若单手滑动方向盘发生爆胎等紧急状况恐来不及应变。宜穿平底包鞋，高跟鞋或厚底鞋会影响踩踏灵敏度，甚至出现鞋子根部卡在地垫，刹车板无法踩到底。